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读一个韩非子寓言《三人成虎》。三人成虎，庞恭将和太子去赵国，临走前他去见国王，说：如果现在有人说集市上有老虎，您会相信吗？国王说：不信。有两人说集市上有老虎，您会相信吗？不信。有三人说集市上有老虎，您会相信吗？我信了。庞恭说，集市上肯定是没有老虎的，然而有三人说有老虎，您就信了。赵国比集市远很多，议论我的人肯定比三个多，希望您仔细考察。庞恭从赵国回来，果然失去了国王的信任，再也没被召见。议论、评论、考察、实地调查、召见，上级叫下级来见。这个寓言来自韩非子，韩非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。三人成虎现在是一个成语，意思是谣言重复多次就能使人相信。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。三人成虎，庞恭将和太子去赵国，临走前他去见国王，说：如果现在有人说集市上有老虎，您会相信吗？国王说：不信。有两人说集市上有老虎，您会相信吗？不信。有三人说集市上有老虎，您会相信吗？我信了。庞恭说，集市上肯定是没有老虎的，然而有三人说有老虎，您就信了。赵国比集市远很多，议论我的人肯定比三个多，希望您仔细考察。庞恭从赵国回来，果然失去了国王的信任，再也没被召见。